后达成，当时是对上桃园领航员，在他们的彰化主场。工程师防守的交代上面，尽量就去让外面的四个球员去做换人跟对位，那让金巴可以留在禁区。那昨天比较多发生的就是在交代上面不够清楚，所以给了钢铁人机会。梦想家目前是四分领先。体式的底线横挡，直接往里面塞，要不要犯规？随手一投，这边犯规还是吹在大臂上面，也会比刀神来的好。那刀神就是算一个我们这种 energy guy， 就是没有太多的外围出手，可是冲抢篮板跟整个防守的能量会带给团队很大的帮助。达成转身，再来一个后仰跳投，这个蛋糕去做出手。再给到李佳瑞，右边的是完全三分空档。本土方面，另外田浩有两分，李佳瑞两分，郭少杰一分。篮底下，辛巴直接进攻篮板架。